男演员和韶熙结束与柳俊烈的恋情之后 ，IG 开始正常更新工作内容与日常生活。日前，他抛出一张偶然收到的粉丝应援小纸条，因为无法当下回应，于是亲自手写回复，拍下照片回复粉丝，表示自己正在努力改变想法。但没想到却被网友质疑，纸条内容是和韶熙自导自演。和韶熙抛出的粉丝纸条里写着。和韶熙也手写回应粉丝的纸条。贴文抛出后，被部分网友指出，当中与粉丝的用词、字迹都很类似，怀疑是韩韶熙自己设定情境，引起不少网友评论。但也有不少人缓颊，批评酸民对韩韶熙恶意太深了。